迎收看江苏卫视《金世缘》，原来非诚勿扰，有请主持人，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。24位女生，欢迎你们，请亮灯。做好准备，开始今天的节目，有请一号男嘉宾。Can you feel it?県立学文高校1年2組に入学早々学校中の注目を集める生徒がいた。日直さえもスタイリッシュ、ランチタイムもスタイリッシュ、廊下に立たされてもスタイリッシュ。その一挙手一投足がクール、クーラー、クールベスト。圧倒的にクールでスタイリッシュな学園生活を送るその生徒の名は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年长高了10厘米的易烊千玺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条新闻。说你们有人给你们弄了一首歌，据说很好听，叫什么？就今年微博上的《好想你》吧。来，我们欢迎。想要整天在心里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别人不相信，可谁从来问过有没有想你。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，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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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是想了想了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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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多么好想你，真的是的是的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做出最后的决定，你的选择是。恭喜你们！